所以在韩国见到长辈或学长姐的话，就会鞠躬啊、行礼之类的，像这样子。你要听哦。可是，在台湾这样做会很奇怪，大家都会挥手打招呼，嗨，结果只有我在点头，嗨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九九。今天呢，我来跟大家分享我刚来台湾最不习惯的五件事情。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。第一个就是台湾人很爱讲，对啊，对啊。回答问题的时候回答对啊，我不会觉得奇怪。但奇怪的有些人特别喜欢在自己讲完一件事情之后后面补一句对啊。比如说我问他你今天吃什么，他就会回答说我今天吃姜母鸭。对啊，嗯，我一开始就很想知道为什么后面硬要补一句对啊，但最后也没有找出答案。后来差不多在台湾待超过一年的时候，就有点习惯这种说法，不再有疑问了，是这样就是这样。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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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啊。好，第二点就是超多饮料店。我刚来台湾的时候，会走在路上，常常看到亮亮的招牌，差不多都是饮料店。来台湾之前会听说台湾的便利商店超多，很方便，但发现饮料店比便利商店还要多的感觉。然后台湾人真的真的很爱喝饮料。当我在实习的时候，大家会一起去吃饭，吃完饭一定会有一个行程，就是一起去买饮料。有时候甚至早上会有一个学姐送你喝饮料，然后中午还会再去买一杯饮料，真的很夸张。再来下午又有学长送一杯饮料的话，哇，在台湾一日一饮是标配的感觉。后来我也想要成为标准的台湾人，渐渐的走进这个轨道，然后不知道实习胖了几公斤。好，接下来就是第三点，打招呼。我一开始来台湾上大学的时候就很不习惯这件事情，是不习惯跟学长姐用挥手的方式打招呼。也是因为韩国很注重长辈文化的关系，所以在韩国见到长辈或学长姐的话，就会鞠躬啊、行礼之类的，像这样子。你要听哦。可是，在台湾这样做会很奇怪，大家都会挥手打招呼，嗨，结果只有我在点头，嗨。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很常发生这种事情，在学校很多人一起走路的时候，看到学长姐，大家都这样嗨，只有我在那边学长好，然后左看右看，假装没事，起来又 say hi 这样子。一开始很好笑，学长姐也可能不知道我在干嘛。这个后来有慢慢改善，有比较自然的跟学长打招呼，都会用挥手的嗨嗨嗨。但是到现在都没办法习惯的，就是跟大我很多的人用挥手的方式打招呼，特别是教授啊，或者跟我差年龄20岁以上的人，我真的没办法跟他说嗨，这个我真的完全没办法。第四个就是垃圾车。刚开始来到台湾的时候，想说为什么会很常听到叮的声音，后来才知道那是垃圾车，就很惊讶。首先第一点就是为什么会有垃圾车发出声音。第二点就是为什么要等垃圾车过来再丢垃圾。在韩国白天基本上会看不到垃圾车，因为韩国的垃圾车基本上都是晚上10点到隔天的半夜执行清洁的工作，所以很少会看到垃圾车这样子经过。然后韩国的垃圾收走的方式会比较特别，像台湾是买垃圾袋装好垃圾，要在指定的时间等待垃圾车，但是韩国的话就是去便利商店买指定的垃圾袋，然后把垃圾装进去绑好之后，只要放在规定的地方就会有垃圾车收走。规定的地方是指自己的家前面、店面前面或者建筑物旁边的空档，但要注意的是不能放在道路上。就这样，只要放在规定的地方，时间到了就会有工作人员来收，就这么简单。我一开始住外面的时候超级不习惯这个机制，每次没有抓好时间或是忘记时间就没办法丢，就会堆满一堆垃圾，然后要丢的时候就会拿5-6袋这样子一起丢到垃圾车里，久而久之就有点习惯了，因为把垃圾车会来的时间都记为闹钟，就完全不会忘记。Yes。好，最后一个就是同性恋。我在韩国的时候从来没有看过同性恋，也很少听到或讨论到这件事情。但是在台湾很常会在路上看到两个男生牵手牵很紧啊，或者是骑机车抱很紧之类的。我看到之后就觉得哇，台湾真的跟我听说的一模一样，超开放，可以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性向，超级棒，不需要被歧视。应该是说没有人会用异类的眼光看待，像是韩国的话就不会这么开放，也没办法这么的自由，会因为别人的眼光也很难直接出柜，自然而然就会很难找到另一半，这样长久以来可能会对同性恋的朋友造成不良的影响。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了我来台湾最不习惯的五件事情。我来台湾已经快要进入第6年了，所以前面讲的这五件事情我已经习惯的差不多了。现在的我已经完全融入台湾，成为99%的台湾人。对啊，